大家整个 solo 赛，不是老友兄弟要过来挑战我一手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哎，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不仅你可以挑战我，你还可以获得我现金红包。今天收到我现金红包的人啊，一年之内，也不能说一年之内吧，就会变得这个运气非常的好。大区在艾欧尼亚啊，我掏，我也出个那个那叫什么蜡石之牙，我也出个这玩意儿。一起铁拳征服所有生者，我也来个蜡石之牙一会儿，看看他补不补刀啊。重锤！哎，漂亮！被我单杀的人啊，今天也会运气很好。这小子有福了。连续不停的心跳声。其实我觉得那 IG 的阵容嘛，薛飞是有点奇怪，有点啥也不搭啥，就有点小奇怪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我将把弱小的灵魂，来回家。哟，你能打过我？问题不大。你呀，损失了这么多兵，你过来跟我打。我放眼所及，全都是弱小。不过 IG 的阵容，说实话，也就这样。一会儿给大家粉丝团抽点福利啊！今天我们抽红包抽的多一点，两办卡的今天啊。脆弱的肉体，拥抱钢铁的行呗吧。父亲背心啊，谁跟他父亲背心？我推推棒了。德赛都不出父亲背心，我出父亲背心，那不丢人的吗？我发现他们打比赛职业选手也手抖啊！谢谢清风若云。我重锤！哎，接扣接平 A， 掏回来。给你个重锤。好像可以打了，往前追啊！好痛哦！上来第一把，跟大家来个水友赛啊！解说比赛，比赛咱就不解说了，还解说比赛呢？解说比赛，那人家解说干啥呀？我们一会儿有 solo 赛。生命是暂时的，而我永远屹立不倒。好，回家。此后世界再召唤。火影一哥，搞错了，我改回来。因恐惧而规划明日，我则为永恒而设计。这是不是有点无敌了？这，卡了，因为我切屏了，我一切屏就卡，我不切了，没事。别急啊，别急，别，我就不切了。
我将带给你。有没有觉得自己水平还可以的？抓紧时间上艾欧尼亚啊，上个号，抓紧时间。击败国服第一猴的这个机会来了，那机会来了。哎，我化妆你都能看出来啊，你也不直男呢，我这就看。我给你个重锤。其实落手单挑是打不过铁男的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我玩落手被铁男干过。这波呀，这波我觉得可以锤他了。来吧，老弟，重锤，我都没掉血。我都没掉血，他就没了。啊！我有点要无敌了，我感觉马上我就无敌了。掏重锤，我没大他有大，是不是这波不太好打呀？这有什么不好打的？你给我死！我只要技能不空，他就打不过我。不，老友兄弟要看铁男吗？给你来一把，给你来一把。等会儿我挑战你，猴哥，行，希望你可以挑战成功。咱们随便选的啊，我觉得你还是打不过我，老弟。我先走一走，别急啊。你俩好像，打一会儿勾引一波啊！哎，来，你这打也不掉血呀，兄弟，这能杀吗？费点劲吧，好像不太好杀，算了吧，我回家了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我受困于凡尘之躯，如今我是钢铁的化身。我回家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哎呀，在我无敌之前还差100块钱。我觉得我得把我那蜡石之牙给除了，我先出个蜡石之牙。这人是不是挂机？挂机，看了吧。
来个纳斯之牙啊，德赛同款装备。德赛同款装备。下路好像没打赢。你敢吃我塔皮，小老弟？哎，这个装备确实猛啊！那艾克指定搁旁边呢吧？那艾克没搁旁边，你敢这么玩，兄弟？80、80、80、60。把一血塔拿了，哎呦我，这无敌了这。凡人建造的一切都将崩塌。我感觉我能一打二。我觉得能。我就单带吧，我玩这玩意儿不单带。哎，这有点过分了啊！咱就单带，别的地方咱就不去了。回个血，哎，这个英雄要是能回血就猛了，他坑了不回血。我再来个那啥吧，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我再来个这个，你跟我打？你确定吗？跟我玩了个两级反转，回家了。我再来个这个，这个行不行？那我先把这个除了的，我先把这个除了。哎呀，科技枪，这红宝石，里面投降了。